卢奶云吞面，大树下云吞面就在卢奶，看到吗？好多人在吃云吞面，就把车停在这里。我们要去吃的就在前面这一档板面，也是非常出名的。大树下云吞面，你多久没有来吃了？卢奶老杨祖传云吞面。一家四季泰国餐馆，这就是卢奶的云吞面。今天不吃云吞面哦，要吃板面，板面就在这里。就是这一家板面，超好吃的板面。板面要汤的还是干的？汤的，汤的两碗。汤的两碗。啊啊，幼的，我要幼的，我要小的。小的，小的，小的了。老板娘真的我的朋友啊，十多年了，今天想到吃你的面就跑过来呀、啊。板面来喽，热腾腾的板面。这边的板面很好吃的，这辣椒不错的。嗯，好料啊，这边。老娘自己在这里打面。好吃好吃，吃到干干净净。这里的很好吃啊，一定来吃。15.6两个人吃，加买高币，两个人这样吃面和高币哦，15.6马币，15.6毛。好吃好吃，吃饱了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喝咖啡。